看叶静哲的鼻子，叶静哲没有鼻子了。我就丢你了。叶静哲没有鼻子了。爸爸，天子，你今天没有鼻子，我的鼻子啊，啊，我妈妈给你按上，那不动啊，不要动。好了，摸摸鼻子，看鼻子在不在？看鼻子在不在？鼻子呢？鼻子哪去？鼻子哪去了，宝宝？叶静哲，鼻子哪去了？我也不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啊？鼻子呢？看鼻子呢？摸摸自己小鼻子在不在？在啊，来，妈妈再拿下来一下啊。妈妈，我不拿。那就不拿，为什么不拿呀？为什么不拿呀？拿。拿呀，来。看宝宝的小鼻子，妈妈把它扔掉。我不要，我不要，我要一只鸡。鼻子在妈妈手里哟。帮我按它。按不上了。按不上呢。没有了，按不上呢。扔掉吧，好不好？扔垃圾桶。妈，我不要，我要舔鼻子的妈妈。你哦，要舔鼻子的。妈。好了，妈妈摸摸小鼻子，啊，挺好的。好了，自己摸摸鼻子在不在？在不在啊？在。哦，好，在。好了，自己的小鼻子漂不漂亮啊？漂亮。那能不能把鼻子扔掉啊？不能。啊，不能啊。嗯。为什么不能啊？因为我鼻子要擤鼻子的。哦，要擤鼻子的。嗯。哦，那我们长鼻子就为了擤鼻子啊。这屁呀，快！白痴了。马上继续带您来关心现在国际间都在关注的这个焦点，就是南北韩现在气氛真的是很紧张了。而这回北韩25号晚间是透过电视台的主播来警告喽，他说南韩如果侵犯北韩的海域的话，北韩就会采取军事行动。而其实这位主播呢，因为铿锵有力的这个播报声调，很多网友就开始在议论纷纷了。他呢其实是北韩的国宝级的主播李春姬，今年已经67岁喽，不过骂起南韩哦，这真的是中气十足。而他之前也曾经因为痛批李明博是叛徒而举世闻名。역적패당은뒤가챙기지않는다면마땅히우리검열단을받아들여야한다역적패당은우리를반대하여서투른날조국모략국을꾸민책임에서절대로벗어날수없다는것을명심하여야한다
北韩主播李春姬24号再度炮轰南韩，宣称南韩的证据全是捏造的。这位北韩主播声音充满张力，而他之前就因为炮轰李明博而扬名全球。제국주의자들과반동들의온갖도전과권력사책동을단호히짚으시며现年67岁的李春姬当主播已经超过39年，北韩媒体认为他的播报足以让敌人吓得发抖。不过李春姬骂起南韩毫不留情，报道北韩领导人就完全换了一个样。조선인민군공군제85군부대를시찰하셨습니다。毕业于平壤大学表演系的李春姬原本就有演员的训练，目前他可是被北韩尊称为人民英雄，也难怪他抨击南韩格外有力道。中天新闻综合报道。就是芒果，咱的树头。芒果从清朝到日据时代，一直都是芒果最盛产的商业中。开在伫芒果，只要买几种银白的名，就无人敢挽你的酸呀。好，不理了，不理了。我带你变来测试过时阵，我带你吃哦，你这个帮你变酸呀。为什么要抢我的芒果？你走吧。
better. 想让新兵真正折服，到底要靠军纪还是靠实力？你身为一个军人，你不是犯上就是抗命，我绝对可以办。如果只是因为不做受伤代表，你就要办我，办呢？我不办，我要让你屈服。如果你没有关键，凭什么让我屈服啊？我就做到让你心服口服。看刘湘慈为了让新兵心服口服，会如何不让须眉真枪实弹亲自上阵？7月2日周五晚上10点，请看暑假第一大戏《明士新兵》。